Made in China。 事情要追溯到5分钟之前，我在一个当地的苍蝇馆子吃饭，旁边的大哥就自告奋勇要给我当导游，可能以为我是什么知名博主。这个只要1000迪内尔，我只是说随便路边找了一家。我在吃饭的地方遇到 Holder Soma， and he showed me this place and it's like everything is made in China。一段寒暄之后，他就带我去了一个当地的大巴扎，然后非常自豪地告诉我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产自中国，而且质量特别特别的好。而且他觉得未来中国肯定会超过美国，变成世界第一名。这个朋友尾随了我2分钟，最后在我的质问下不好意思的离开了。我知道他对我充满好奇。大哥这边不厌其烦的给我介绍各种中国产品，有些我自己都没见过。萌生了一种想法，有没有小伙伴对出口进口感兴趣？库尔德斯坦就像改革开放的中国，充满了商机。有经验的老板麻烦带带我，我这边先拜师一下。 Made in China。 以前的中国制造是贬义词，现在的中国制造是褒义词。身在海外你还是会引以自豪。他还在跟着我，为此我决定给他拍张照片留作纪念。整个城市围绕着埃尔比勒城堡建设，古时代丝绸之路重要的途经点仍然保留着它原始的样子。